是一年阿敏，你们家是百万马两度，布里马一间布巴龙一间对住阿斯曼那亚，妈妈是阿朱鲁瓦布里马就是阿达加兰对住，妈妈是阿杜兹马在带户口在住阿爸爸里扎对住林尼曼或者是阿达加兰，那吉毛对住那马西马在伊马加古阿斯瑞纳里就是阿达加兰，马勒阿鲁来住布里马，加马卡祖布祖翁加拉马尼马登对住爸爸里扎对西纳那亚。来做白族拉人大西南那样，十八人对做布拉布拉诺是百万，来做是做抓人来来做材料，来话是加里巴拉瓦大西南那样，是来做布里曼诺亚，那把马扎大就是十六家尼基纳兰，是南卡布罗尼亚马就，慢慢是来做就是十六家人啊，是加里巴达伊里做。铁雕跟传统的一些珠绣的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新的尝试啦。等于是说在金属的雕塑上面赋予它一些色彩，可是色彩我选择是使用我们传统台湾族传统服饰上面的珠绣的图案把它镶嵌上去。我带了一个地瓜灯，那这个地瓜主要在我们部落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食物，那你说吃的跟盘子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嘛，所以我也做了个这个在部落里面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吃的用具，就是盘子，那用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东西，比如说金属的东西，然后呈现一些部落的一些老图腾。在雷族是南南亚尼玛族，都住苗在一带湖谷大河铁路是八八族村，都住扎维勒雷族布巴里西安是八三九拉部落西当阿扎维，麻烦雷族阿是阿扎里西安阿是南南亚尼玛族，麻烦是阿吉毛多阿玛是马在里纳里阿就是阿达加兰马勒阿鲁布里马伊扎比都住多生生安。三十一周年庆里面，我们要呈现的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内容，就想说去纠集一些原民的朋友，把他们的一些原物件的一个创作力来讲哈，比较爆发性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在画廊里面做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呈现，是应该说是首次。在多做一年布瓦龙，马连多是扎维兰，上个上个山那是罗吉对做是阿扎里仙，阿是那那亚尼亚马就，乌拉加九路瓦巴尊多，里尼曼来做布里马阿亚亚，马文西阿来做巴巴里扎，巴加鲁古加祖24号来做卡达，第九波浪那不加结论。